曾几何时，复古成为一种流行，一种潮流。如今，复古更成为餐厅的主题。白色的招牌，蓝色的遮雨棚，上头有着些许污痕，不知是岁月的洗礼，亦或是刻意营造。厚道饮食店的外观，就像一则老故事般。老板使用钟爱的老东西，将这里打造为明初复古主题餐厅。一客排骨饭，一道酸辣鸡，丰盛的餐点在复古的环境下似乎格外特别，仿佛燃起怀旧的情感，缅怀过往，也珍惜现在。